我们8:55就到达十分，差5分钟就开了。啊，现在9点了吗？对啊，好，那所以我们要走进去了。今天天气很好，所以其实也蛮多人在还没有开门之前就到了。所以我们今天来这里是隔了30年，大概十几岁的时候跟 Kevin 第一次来这里，他是骑摩托车载我来的。所以这个叫做四广潭桥。哎，你看91年才那个的，哎，再照一张。哎呦，好晃哎，哦。这个桥是91年建的，我们那时候还没这个桥嘞。对啊，还好昨天下一场大雨，看今天会不会比较大。对，这水其实还蛮清的，你看那边好多哦。嗯，水还蛮清的。这个有山有水。这个是十分好景，哎，那边有个吊桥哎，这个不是吊桥，它上面写吊桥啊，老公。对啊，算啦，它也是吊桥的一种，只是刚刚那个好像比较新，对不对？哦，好痛。你看今天天气多好，今天好天气，就大家又说放假，哇，真的很赞。小孩没放，小心哦，你走好哦。哇，这是瀑布吗？第一个瀑布，第一个，哎，水还蛮大的啊。我们本来在想说缺水会不会没有瀑布。走好哦，哇，很棒呢！第一个小瀑布，如果可以下去，还可以到那里，对不对？如果可以下去了，有个山洞在那里。对啊，好，你走好。哎，旁
边就是火车轨道哦。是啊。就是景啊，我们拍一下照。小桥流水，你看到没？要拿掉吗？最好帽子拿起来。等一下哦。这景真的还蛮美的耶，我觉得，就是诗情画意。靠这里。哎，你看它这样可以照到那边的瀑布，这样子。小瀑布。这里我觉得还蛮美的，应该站在那里这样看。老公，你要站过来，这样又不算美了。有虫吗？你要走好哦，这里不平哦，这里有凸起来哦。老公，那中间断掉。这里好，这里好像是人家家的耶。好像有蜘蛛丝哦。对啊，嗯，哦，看到这个好想吃，对啊，这里啊。啊，要到那边去，到那边去拍。哇，今天的水还蛮好看。对啊。哎，应该到哪里去？啊？我觉得好像应该去那里拍。哇，好美哦！等一下有人在拍照，等我们一下。今天的水哦，真的很漂亮哎！我要拍啊！哦。再一张，到上面去拍，老公，上面。你可以直接这样拍这个。
好美哦。还可以坐电梯上去啊。哇，漂亮哦。好，走上去到了最重要一个景点，就是十分瀑布，这是最大的主要的瀑布。昨天下过雨，应该水量很够，所以很棒。对啊，来在想会不会枯水。对啊，这个瀑布真的是还蛮好看的。我们的今天的行程也很像老人行程，因为很多游览车及老人团也来，所以我们在快速走。不是这里，上面这里好像也可以露营，是不是？这是可以一直走的，是不是？好，我们现在要走园区咯。嗯，他写说游园的观步动线。对啊，其实那才是正的瀑布。这样看，你看在那下面，哎，我看到彩虹嘞，有一道彩虹哎，好美哦，有没有看到？你有看到吗？我看到了，老公，彩虹，怎么看？照相，老公快照相。不要太近。这里没有刚刚的椅子。真的、哦，我要回去调就好。这边帮我调。上面那个。放在下面看看。好。合照啊！欢迎来到旅游服务中心，提醒全程佩戴口罩，因为后面太亮，你的脸太黑。不干了，所以要常常洗手，保持社交距离。没有，老公，你按就不会了。你先按住，然后再爬上来，等会这样子照。再次。哦。好难写，我刚才的那一支好写的笔。
好，我手沾到了。拿了什么？还有嘞，啊，正在写成语。好，小姐，能不能再帮我？好，准备喽。在十分车站，刚刚走到十分车站，就很顺利的搭上火车。刚走过来，刚好就有车。对啊，就很顺利。然后我们现在要十分。下一站是万古，再来是菱角，再来平溪，我们要到平溪去。然后听说一个小时才有回来的车，那差不多。对啊，去平溪头一个小时。我们回来差不多吃中餐。来，中餐在平溪就可以先吃，回来在这边继续吃。老街，我们刚刚放完天灯，很好玩，而且都没什么人，哦。那个天灯写满满四面，然后拍照。哎，这样一个人，这样一次200哦。今天的人算多吗？不多啊，都还有位置坐。而且我以为是平块那种，是没有冷气的，又是有冷气。对，它有冷气，而且现在很方便，用悠游卡。买票直接刷了就进来，也不用买票。哎，他这样子每出站要检查悠游卡，应该还要再刷一次啊，一定是要进出，不然他不知道你哪一站上，哪一站下。